好，英婷，今天我们上课主要是先把读贤操我们要先复习一下，好吗？然后再把三狂我们再研究一下。好，你先把上次我们上过课的这个读贤操拉一下，拉一段。重复我们先不拉啊，好，有进步我觉得。可是我现在觉得呢，我们是有必要更加深入的去体会一下作者当时的这个心境。你知道他是这个刘天华写这首曲子的时候是1932年1月，那个时候正是国难当头之人，知道吧？这个啊，所以呢，这个他的刘天华这个国乐改进社呢刚刚的成立不久，他就受到了重重的阻碍和打击，所以呢，作者是内心充满了忧虑和甚至是痛苦，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现在演奏的这个心境呢，和他当时的这个心境可能有点相差甚远，在这方面我们再体会一下，好不好？那么在这种当时作者非常忧虑痛苦的情况下呢，在刘天华的作品里面呢，我觉得他是丝毫没有透露出任何的消极，有没有？没有消极的因素，没有颓废的，相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最重要的是有他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在里面，你要把这个独立的精神牢牢地记在脑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整个他一共有三段，对不对？第一段是叙述性的，比较忧虑的；第二段刚刚我们叮叮当当的；第三段一气呵成的；第四段尾声，短短的四段。我觉得呢，有两种情绪交叉并进，啊，第一种就是忧心忡忡的、忧国忧民的，它是非常就是郁闷的一种心情，这在第一段表现的最多一点。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第一段的时候呢，因为开始的旋律很简单，可是越简单的旋律呢，越是需要我们用内心的一种力度去控制它。如果你内心没有一种力度的话，
软软的，心里没有什么想法，那么我觉得演奏可能会流于一种平淡，你说呢？我们再把开头来一下，尤其是第一句第一个音，你想一下，甚至于我觉得你在拉这段的时候，是不是连你的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也是应该是带着很凝重的一种，而不应该脸上表情跟你拉出来的是好像是两回事，那肯定就让观众不能进入你的情绪。你再来一下，第一弓不能拉那么长，第一弓它就是吸气以后是通过这个旋律一个拉字，对不对？徐缓的出来，而不需要你把这个旋律全部就拉开来了。哒，慢一点，慢一点，走得慢一点。第一弓，我记得上次跟你说过，不要就把这个旋律全部都扬出来了，它是很压抑的。第一个，这个音推出来，把它啊，再试一下，很好，推上去。弓子走慢一点，用柔弦推一下，弓走慢一点，再推，柔弦再深入一点，柔弦，好，这一段你要这个柔弦一直贯穿着，因为有一些音不柔，淡了，几乎每个音都要去柔，你要用每个音都要细细的体会，好不好？再来一下，这个嗦咪，音停。你看我的弓子没走到哪儿去哦。请你用前半弓好不好？不要到那边去。好，来，再试一下。一边拉一边思考体会，下去，再深入一点，下去啊，你拉下去，大力的揉，人不要下去，挺起来，对，表情要凝重一点，走慢一点，弓走慢，二三，直接到这个音啊、哦、这个东西，是很小心的捧在手里那种感觉，嗦开始了，是上去，现在呢，哎，七，二，三，四，这个拉我觉得也要揉弦，再来一次，从嗦开始来，二，三，渐强，来。不要走太快，走，好，激动一点，
下去。咪老师偏低一点啊。第二段来。好，第二段就是他的第二种情绪，就是很积极向上的一种很顽强的意志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上来这两个音不要这样，没有什么内容，柔弦一定要伴在每个音的时候，一定要都有。好，来起，再来，没事，你不要偏低啊。第二句肯定要想过他呀，要他第二层啦，哎，递进，对，这个两个音很坚定啊，要拉的又音头再足一点，来接，好的，肩膀下来，好好，这一段音准当心啊。这一段里面这一句我觉得最精彩，是不是？前面是比较稳定的，叮叮，按照拍子来。这一段是一拍多音，它是这个音盘旋而下，噔儿啦，噔噔噔儿。所以这一段呢，从这个积极进取的那种感觉，它这个郁闷的又来了。所以你必须把这段要表现出来，柔弦加重，音量加大，弓的幅度这时候可以拉开了。前面我不是让你不要拉的那么宽吗？这里的滴滴噔噔还不要那么宽，可是到滴滴。情绪来了，拉开，两个手拉拉开，激动一点，这里好不好？你再从第二段来，来，第二层。好的，坚定一点，信念啊，要有信念，来，再揉，回到第一段的感觉，回到第一段的感觉，下去，好，这段。这段你不要害怕，因为这个曲子是独弦操，对不对？全在一根弦上完成，所以呢，对，到高把位就对我们的这个音准和音质加大对我们的要求了啊。所以你的这个，你越是害怕它的音啊，越是会出这样杂音，所以你不要害怕这个音，它你这个肯定要在滴滴当表带，它有一些音要加重音，可是这个重音不是表面的重音，一定是内心的力度，内心给他重音，然后内心给他重音呢，这个音显得是要有弹性，对不对？所以这个音一定要是有弹性的柔弦，不要害怕，放在缩，要轻，马上噪音就出来了，再试一下。不要由慢到快，它是一种很坚定的信念，不要犹豫，滴的当到的就直接上板，来开始，不要低，无名指不要低，开始，轻点，内心的力量，加大力度，渐强啊，来。好，喇嗦是这段的高音，最高音就出来了，不要还要再停顿一下，我觉得没有必要，直接冲上去啊，来，再来，还是从前面来，来，一起轻的但有力，也是把弓拉宽啊，拉宽，
而且速度不能慢下来，速度不能慢，来。揉弦，还是要揉啊，音婷啊。他这里很激动了，非常激动了啊，已经是到全曲的高潮了啊。揉，对，都揉。哎，这种地方你看，哎，你看，这种小女子的东西不能出现啊啊啊！揉。绝对不能，这个都是一些很消极的因素，你一定要把它去掉，好不好？换之的是柔弦，力度，内心力度大的那种柔弦，好不好？再来，拉索米瑞。咪柔弦，对，稳住，好的。推上去，好，三四，柔弦一定要到位，轻点儿，好的，推一点，段都是我们之前重复的拉过的，对不对？你这个叮叮当当当，如果是还像前面一样的小小的，那就不太合适了，是不是？包括你前面这一段应该拉的，因为它是从第三段这个情绪推到很高的地方再回到第一段，它不可能完全像第一段的，又是很沉重的，不可能，所以它是激动的，所以我让你第一段一定要保持的把弓子的弓的幅度不能拉那么宽，就这个道理，这个时候要拉宽了。可是你刚刚呢，我觉得柔弦没有跟上，知道吧？啊，然后第二段力度要比之前的要大一点，你再试一下，现在就从第二段来。还是要揉弦，好，音婷，我觉得两个咪，我们探讨一下啊，两个咪，因为这里面重音太多了，就是进攻出攻是一样的音，对不对？可是你的进攻出攻呢，总是我觉得到位的，可是进攻老是偏低了，什么道理？就是因为你后面一个不揉弦，不一样，看到吧？这两个音相反，推攻应该更有力，你再试一下。对，好的，对，音量一样，好的，注意啊，来，音头坚定一点，咪特别注意，对，你的无名指的关节要站起来，尾声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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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尾声只有一句话，他这首曲子写得很精炼，只有一句话的尾声，一开始是四个同样的音型，滴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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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一种情不自禁的
一发不可收拾一种力量，所以就是他独立的精神在四个音里面很好体现。你不能知道吧，一个比一个厉害，要就坚定再坚定这种感觉。完了以后他是有一串，这是一串五声音阶，对不对？下去一直到最高音这个哆，所以这是很难拉的，更需要一开始我也强调一种内心的力度，可是在最后一段尾声的时候更需要内心的力度，你一定要张力，内心的张力要很大，但是又不能在手上过于体现出来，因为就会出杂音，明白没有？难就难在这儿啊！他这一段写得非常好，就最后一种有一种浩浩荡的感觉，就是感觉光明就在前面啊！最后他这个旋律呢，它是一拍一拍往上展开了，对不对？可是到最后呢，因为由于它速度在疏松下来啊，力量在减弱，慢慢的音量啊，音量在慢慢减弱，就渐慢渐弱，所以呢，没有让这个旋律好像显得很壮丽，没有很壮丽。它如果是它渐强渐快的话，就会哒哒哒哒哒下去了。就是很怎么说呢，我觉得会给人一种好像是那种很雄壮的感觉，可是作者让他这里是渐慢渐轻，我觉得这个结尾非常好，他给人一种就是耐人寻味的，给人留了一个问号啊，跟他的这个意境又符合了，他是渐慢的，对吧？压住他，渐慢，这个抖很难拉，很难拉，可是你一定要把它拉好，好不好？一头一尾，我们再试一下，耐人寻味的一个结尾啊！就最后断开了，四个，不要连起来，四个，嗯。力量啊，记住力量。呼吸，对，我觉得你这最后几个音的处理呢，可能是不太敢拉，不太敢揉弦，对吧？所以力度明显就松劲了，前面还挺有，对吧？后面中把位，都要揉，不要。那感觉像我再试试看摸音准，那种感觉不能出来啊，要有很大的把握性，然后再加上内心的一种张力，就是他已经就压抑的不行了，可是他一定要振作，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念，这种感觉好不好？好，来再来一下 Mirado， 也是短一点，不要拉得很长，力度没关系，压紧，把气提起来，结尾不能这样啊，结尾要轻轻的让它消失掉，然后很安静的，好不好？因为这个曲子你要参加比赛的，所以说一定要很严谨的对待，好不好？我建议你回去再去把这些刘天华的这个生平啊，还有这个他对这个曲子的写这个曲子的背景啊，好好的去读一读，你会对他有重新有一种体会。
好不好？你要了解他的心智，不是说你要你就是拉的我，现在我就是刘天华，不是，你还是你还是殷怡婷，可是你必须要了解他那个时候的一种心情，不能你在拉，旋律是出来了，可是你的想法跟他不太吻合，所以出来的音会比较不那么吸引人，不那么打动人。开始。好，接下来我们现代曲目《三狂》。第三二胡狂想曲，你先把影子拉一下。这个是现代曲目，你应该回来了，不是刚刚那个传统曲目。这个现代曲目，我觉得应该发挥你特有的这种擅长的这种爆发力都要用进去。就王建民的三第一二胡、第二胡你都拉过吧？啊，这个他的三个二胡狂想曲呢，在曲式上啊，什么结构上，我觉得都有相似之处。可是我觉得三狂跟一狂、二狂最大区别就是说，它有点更加跳出这个格局，不像前一狂、二狂还有一点传统的因素很多在里面。可是三狂，我觉得它非常大胆，你要把它这个要拉出来，尤其是这个整个影子的最吸引人的地方，我觉得是应该是极高音这个地方。极高音，他为什么要写这个音？啊，你没有把这个音的这个制高点那种感觉拉出来，啊，有还为了铺垫这个音，之前的这些音都怎么处理都要想好的，好不好？先从第一句的三个泛音开始。呼吸啊，要开始呼吸。对，你要想这三个音是一个，你不能拉一个音，哆一个音，那个瑞一个音，呼吸以后，哒滴的，它是一个东西，你就不会有这种就不连贯的一种感觉了。来，呼吸。好的，点，头抬起来一点，等伴奏。对，这是个点，你要出来的这个音，轻点，轻点。好，从这里开始，它有一个开始往上爬，对不对？这个一直上去，所以你前面一定要铺垫好。我觉得前面的弓子不能拉得太长了。好，如果你前面弓子太长了，一直到这个音。短一点，轻一点，才出来，不能，已经展开了，后面再怎么发展呢？好不好？再试一下，呼吸啊，泛音攻速要快，泛音的攻速要快，你就会响一点，哎。攻速一定要快啊，再试一下。慢一点，等着，减强，弓子短一点，进来一点，用前面一点，这个你听，爬上去，要把音所有的音拉出，不能后面变成这个颤音不行啊，没有变成颤音过，一直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四个音要踩准了，来，再进来一点，你的这个轴进去一点，不要这样，哎，进来一点，短一点，轻一点啊，
里的最高音给我音出来呀、啊，这是个极高点呀，你给我拉出来呀、啊，这里啊，拉到人家下面你自己很兴奋为止来，轻点。再来一次，最高音，颤音我没听见啊。我没听见颤音啊，啊，打音，打起来，多拉几弓，怼出上来，把音拉出来啊。这里我觉得最好不要断，第一，因为它这里已经很，对吧？制高点了，上来，它是一句，你不能断开了，不行啊！再试一次，从最高音开始，继续抽上来。落下来，就感觉就是把你拉回了现实。前面已经啊，已经是非常兴奋了，云里雾里的感觉，突然把你拉回现实，所以这个音很重要，这个音很重要啊！来，再试一下，回来。交给钢琴，你要这里啊，好，下去。三一二一，心里数拍子啊。这段是主旋律节奏感，你要紧紧的把握这个节奏感。第一个音不要拉太长，二三四，二三一，三一二一二三一，你的问题还是这走弓太快了，所以那个音质就不是很饱满的，走得再慢一点有一些事啊。第一个你再试一下，你看，哎，你的手已经直了，你说后面的音怎么再回来，你又不好控制了，够了，就这里来下去。哆西哆也是，你能不能这么短的，不要又没了，这个公子已经到这样，你就很被动这样状态啊！再试一下，三，好的，声音出来一点，好的，点。出来一点，对，这句明显声音要出来啊，这里轻点，好了，这里悠着一点，粗一点，粗一点，对，渐强，
下去。预备当心，小指。三一。好的，让再来。把这个声音一定要滚揉，揉起来，把这声音亮出来。对，看，开始。对，声音竖起来。三四五六，声音。啊，你的状态是什么呢？你是不揉弦，完了就压。应该是声音让它圆起来，而不是不揉完了就揉，两种状态不行。它这个音一定要有点过度的，所以你的揉弦我觉得要去就在现代曲目的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独弦操揉弦那种压揉不一样，你还是用这个办法，那声音就会很扁，要让它圆起来竖起来啊。就从这里来，别人四五六，好一点。三一二三四，三一二三一，瑞瑞瑞。还是有点，不要胡乱拉几下不行，还是有点的。你看见他钢琴的伴奏音型看到没有？他当当当当，你要跟他要合作的很好，你不能胡乱的推几弓啊！来 ，re， 可以自己设计啊，下去。这一段是让人非常有惊喜的一段，你要有各种各样出其不意的，但是呢又合乎情理的，不是那种拉得很神经质也不行，可是必须要非常让人家很觉得很惊奇。我说这一段有点像看那个马戏团的那个表演，好，让人家 C 很有惊喜啊，不能就来了啊，来。好的，你看这不要急啊，要给人家看啊，来，你总要有后面藏了一点什么吧，不能全给人家看，我赶快全部都给你看掉啊，来，你再从那里，这里打弓子开始，不要急。我觉得这段你要好好去研究一下，因为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节奏的感觉。你不太喜欢呼吸，知道吗？不喜欢呼吸就拼命的往下拉，它有内心的一种节奏感在里面。哒呀哒滴的，哎，缓下来。好，人家觉得到这里正好是一个点。啊，你不能一下子往下冲，再试一下这一段，来 ，C 哆瑞，来，不是，你就从前面，好，这里来，吸气，好的，呼吸下去，头抬起来啊，这里啊，怎么没有听见那个打的声音啊？怎么那个声音要打得响一点啊？
那个点 C 都瑞咪发嗦最高那个发在发上面那个重音，你再从那个滴滴滴滴那开始，对。C 哆瑞咪，这个音要站住啊！你弓子一定要走得慢，否则就没弓子了。到最后，这里不行，不是太突然了，这是你拉琴一贯的这个风格。这个比较合情合理，突然又响了，那有点神经质的拉琴啊！还是从滴哒哒开始。这是另外一段音频，前面两段我们说要有惊喜嘛，那这里它又进入了另外一段，你不能跟前面一段搞起来，是看到另外一种曙光的感觉，或者你自己想象，要去充分调动你的想象力，啊，另外的一段另外一种感觉的东西，你不能拉成一样的，来开始，对，柔弦少一点了，这时候少一点柔弦。重音要有的，好的，轻点儿，没关系，点，我觉得这个点子不是很清楚，当滴的点子不是很清楚，来，对，要对。到快板了啊！现在，比上次拉的好多了，就是上次我觉得太碎了，对不对？这个小快弓，这次我觉得好很多。可是你这个线条再清楚一点，这个小中音可以有，可是不能太断了。这个一片的渐强再做得好一点，好不好？再从这里来。弓子不要用的太大，集中一点，集中一点。铁枪，密一点，你不要弓子了，那么大，短一点，这样短一点的弓子呢？啊，你一大的话，它就分散了这个力量。来，从这里开始。好的，您注意。好的，下去。二三四，你不要断，你不要断，好不好？啊，一二三四，我觉得不断比较好。它虽然有一个休止，哎，一二三四也行。可是你就算断，也要把它感觉是连起来的。它是几句句子，你自己回去看一看啊！来，再来拉热的，二三四，渐强，哎，不要断，渐强送到那个音啊，要送到那个音啊，啊。
嗯，你这里的这一段的柔弦也要考虑啊，不能一下子。我刚刚已经说了那种柔弦，哆瑞咪嗦发瑞，发瑞应该是哎的推上去的，不能。这种压弦很不适合这曲子的风格，你考虑一下你的柔弦好不好？这段再来一下整体，从这里来，预备起，扣，对，二渐强。滚柔，对，我觉得你这段是不是有点一听有点拉得太纤细了？啊，那个声音也纤细，然后那个感一种感情要再奔放一点，你说呢？他这个你前面可以稍微收敛一点，可是曲子已经到了狂想阶段了，狂想曲啊已经快到后面了。当然你要留有余地给最后一段，可是这里我觉得应该再放出来一点，我觉得听上去不是很满足，你说呢？啊，我们下去这个啊，接下来又轻巧了，来出来一点，他跟他呼应的那句不得哎，铃铃。怎么样怎么着到最后也得出来一点，你可以这里轻的，可是这个橄榄一定要稍微做一下的，否则听不见啊。响一点，第三层了已经，对，二一，最响了，来啊，这里我觉得他这里哎可能他是这个记号是从轻到响，可是我们不能这么轻听不见啊，还是得亮出来吧这个旋律啊，来最后一个、来，对，走起来，行啊，二三四一，这里出一点啊，内弦的音质要表现出来，这里啊，对对对对，我觉得哎，在因为在这个曲子里面没有很少有一句整个一句全是内弦这种爆发的这种音色啊，你不能拉成那个全都。断开来，拉成这样的，来开始、但是要有弹性，别压死了，要有弹性啊。点呢？你的点呢？啊、你就是擦那个弦啊，点要清楚啊。拉哆瑞最后一句。第一个音没有颤啊，不要，这个不要颤，一颤你拉不来了，后面来，控，这个这段快板里面你可以每加重音，很多地方加重音，那这节课我们就到先到这里，希望你一定要把这些问题读弦操和三簧的要点记住，那我们接下去下个礼拜要为比赛好好的准备好一点，好不好？好，那就这样。